我们的饭呢？快了，我刚刚本来想先订，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很快就可以做好，我说那算了，对对，不然全部都凉掉。还好还好，我都能接受。啊，外面还是蛮美的，想去看看。去去去，我也去看一下好了，反正要过一会儿。我有看到很多有些旅游照片，做一个很长很长的秋千，然后在那种丛林里面就扔，然后就你就哦那个不行，哦、我那个失重我不可以，直线的快 OK。又沉默，这结实吗？它能承受我的那个没关系，那这可以荡出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你稍微算了。就要小心一点，对，推一下呀，推一下呀，可以可以，这样是 OK 了。不，我想在海里荡。该推要推呀，玩秋千是个多么好的搞对象活动啊！推呀，手呢？手在口袋里揣着了吗？我怕他承受不了我的。放心，绝对 OK， 绝对 OK。我们的饭来了吗？我看看，有点反光。饭儿还没来，舍不得。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很快，很快。哎，他怎么跟第一天好像不一样了呢？只要是金大奇上线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挺好的。我不是那种呵呵就会哭的人。那还好还好，真应该马上就回来了，然后到时候再备点小零食好了，万一急的时候。我们两个可能聊天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我可能是偏洒脱派，然后会让我更自在更自如，但是他呢，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太有礼貌的感觉，我能感受到他就真的是很慌乱，可能 get 不到我的点。